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麦乐克的这个公司。站在我身边呢，这是王总。王总你好啊，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和您近期规划发展吗？这个公司啊，那个麦乐克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啊，主要从事于是红外的高端的敏感元器件传感器及传感技术的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啊。迄今为止呢，麦乐克也是世界啊前三大啊红外敏感元器件的出货商啊。我们也努力的把产品技术做好啊，满足于服务于现在这个行业。嗯，好的，谢谢。那么有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公司带来的产品。好，王总。哎哎，好，谢谢。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我们此次啊展会的推出的我们的红外特征敏感元器件啊，这一块呢，我们在它的应用的领域和它的发展啊，都有很独特的地方。包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啊，现在这边是有国务院和浙江省给我们颁发的感谢信啊，因为在这次疫情的发生过程当中呢，对这一块呢，我们也出了我们一些绵薄之力。那这一块呢，高端的红外的热成敏感元器件呢，主要应用的领域呢，是应用在我们的气体啊、红外监测啊、红外的传感器啊，包括热成像组这一块啊。第二个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红外的我们的激光啊，包括我们的封装的模组啊，在这边。那主要是呢，它运用哪一块呢？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这些的一些的它的模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呢，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的展会展厅，对于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气体各方面东西都会有一定的参数啊。第三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啊，我们的智能家居的啊安防类的一些产品，它取决于我们的红外门磁、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温湿度啊。这款产品呢是在我们这几年陆续推出来的，在行业地位呢也是做到了前三。但从这一块呢，大家可以看出来，麦乐克公司是从前端的元器件到后面的生产模组，到最终的后面的成品，一系列的产品的体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如此做到的。好的，我们谢谢王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些产品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这展位观看。好的，谢谢。